坐的是阿联酋航空 A380 的头等舱。刚刚那个乘务员问我什么时候起飞，对的，没有听错，在飞机上偏西。然后我跟乘务员说，在起飞前两个小时飞行的。这个是非常棒的东西，我还没有试过，在真的在空中起飞去转机一下。挂上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了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内饰都有哪些东西。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大屏幕了。然后我们怎么打开呢？看一下这个，好，就给拿出来了。可以看到我们拿着这个屏幕可以看中自己在飞的位置，包括摄像头的位置我们可以调节，而且这个屏幕和上面的大屏幕是完全独立分开的，互不干扰。你可以同时看自己的飞行状态，又同时可以看着电影。好，我们这个放回去。哦，这些钮是干嘛的呢？这里有一个灯的开关，这个灯是控制哪的？这个灯是控制远处的那个三级调节。除此以外，这还有四个按钮，四个按钮分别是干什么的呢？一键开关所有的遮光板，哦，头等舱的位置相当的大，你可以控制四扇窗户，然后再按一次，又第二级，就整个客舱变得更暗了。哇，这个舒适度高了。然后一键开关所有的。再按一次，就全亮了。这和公务机的那个感觉是很像的。然后这其他的按钮，这里面还有三个按钮呢，分别就是控制单个独个字面板，比如说开按这个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一按开关，哇，酒水出来了。这里面是有可乐、依云矿泉水、气泡水和雪碧，想喝什么畅饮随时添加。关上，然后这个按下去就是我们的小桌板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女生应该特别喜欢化妆镜。当化妆镜里面这还有洗漱用品、化妆品。哇，还有一个这么超大的屏幕，那个屏幕有多宽？然后除此以外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当一个笔记本和笔，如果你飞国外的话，要经常填表的话，完全不用担心没有笔，它每个座位都给你配了。这是我们刚才点的勃艮第的白葡萄酒。Cheers。我平常坐飞机的时候特别喜欢把行李放在身边好拿，但是呢，因为要放在头顶，所以经常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存储空间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。菜单有芒果汁、无鸡尾酒，这个酒的饮料就很多了，然后还有餐前酒、烈酒，然后新鲜果汁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开胃菜。今天的早餐是南瓜粥，我点了一个南瓜粥，然后
想象吗？这是8000米的高空，我们在从上海飞到迪拜的路上，刚刚洗完澡，然后吹头发吹干了，哇，浑身很舒服。你看那个空间也非常大，就是利用 A380 头部的这个区域，在头等舱的前半部分有两个头等舱的洗澡间，然后每个客人可以洗30分钟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细节，吹风机，还有牙膏、牙刷，还有梳子。可以看到这边有沐浴液、洗发水、牙刷、刮胡刀、梳子，甚至还有搓澡巾。看，还有搓澡巾，棉签，洗澡的设备应有尽有。然后再看这儿，我们这里面有正常的换洗室的东西，包括有一个很大的镜子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大镜头，就是我们洗澡用的。然后这是刚才我们洗澡的地方，一个大的洗澡间。哇，这种感觉太棒了！飞了100多万公里，坐了这么多年飞机，是第一次在飞机上洗澡，这个感觉就是奢侈奢华。